子纸为全球第一项获得德国莱茵类纸验证的显示器，其阅读书写的感受近似于纸张，使用者无需改变使用纸笔的习惯，是升级数位化最直觉的装置。医疗照护电子纸笔记本与智慧医疗系统结合，可达成笔记本与系统后台双向编辑、同步更新、完整储存每一笔照护资料，大量减少纸张使用，节省医疗文件仓储空间。电子纸笔记本轻薄耐摔，可使用酒精消毒，有效确保照护者与病患的卫生安全，降低交叉感染的机会。根据哈佛公卫学院研究指出，无前光的电子纸不伤眼，有别于液晶平板，电子纸显示荧幕不发光，不会发出对眼睛有害的蓝光。医护人员工作记录或孩童学习使用，对于眼睛视力较无负担。依 Ink 元泰科技守护小飞象计划，除提供适用医疗环境使用的电子纸笔记本之外，依 Ink 团队更深入了解飞象家园在病历资料记录的使用现况，开发适用于飞象家园的病历记录系统。电子纸笔记本解决了使用纸本记录所面临的问题，包含纸张容易破损受污染、字迹模糊辨识困难、注意事项容易被忽略、便利贴纸条容易遗失等。此外，数位化的笔记本不再受限于纸张的大小，优化后的界面设计提升了阅读与记录的便利性。与智慧医疗系统串联，使用电子纸笔记本输入的所有记录都可及时数位化储存，无需再次擅打汇入系统，可于笔记本或后台系统及时查询，有效精简工作流程，提升医护人员工作效率。在需要计算数据的部分，系统开发加入自动统计，依据总分导出评分的结果，减少人工计算错误，提高医疗照护的精准度。针对飞象家园的专案计划，特别加入孩童学习的模式，孩童们可利用电子纸笔记本的手写功能练习握笔，进行绘画与写字的练习，这些学习的笔记与学习成果皆可同步数位化储存于系统中。